想我拿走了，人你留着吧。安山，恭喜。谢谢。谢谢大家，今天能拿到这个奖我真的非常开心。今天早上我的经纪人晴姐还在担心说我能不能拿到这个奖，现在她可以放心了。也要感谢今天来现场支持我的歌迷朋友们，还好我拿到这个奖，不然要给你们报销车费了。我知道大家都在期待年度歌手奖，那我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，再次感谢。你男朋友和孟兰芝在一起的照片被拍到了，回去再说。年度歌手入围者请看大屏幕。不好意思哦，人和奖我都要了。哇，没想到梁晨和孟兰芝再次同时入围了年度歌手奖。我发现组委会真的很坏。没错，非得让他们争个你死我活吗？好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揭晓一下今天的答案。哦，我想我已经知道谜底了，那大家认为到底会是谁呢？第26届金蝉奖年度歌手获得者是奖我拿走了，人你留着吧。谢谢，恭喜梁晨。恭喜梁晨成为金蝉奖有史以来最大的赢家。梁晨，你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吗？今天晚上发生很多事情让我挺意外的，意外的惊喜。很开心可以再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把我刚刚没有说完的话说完。感谢歌迷送来我想要的，也感谢某人拿走我不需要的。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创作，继续为大家唱歌，因为我是最热爱唱歌的梁晨。谢谢大家。